所以我们要去 Meet Valley 找我们的朋友。他就是上次那个去手写抽签咖啡店的那个林彦霖。我们现在在等火车。哎，你的呢？哎，我不要，我的很丑。拿出来。我怎么都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吃。你领个礼物，有没有买？他包了这样子哦。芳芳姐妹，你看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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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的暴力我已经录下来了。哇，你是真的喜欢吗？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保湿水。哇，我都没有啊！你看，你拿送我什么嘛？一个帽子。他自己跟我讲他要的，他跟我讲还有帽子啊！有没有给我？这是我讲的。我玩 Dash Mask， 我在 Instagram 玩 Dash Mask 那个女子。他叫郭子慧。刚我们看了那个电影叫《Friend Request》，看那个戏，它其实是有教我们一个事情，就是朋友啊 ，Facebook 朋友不要乱乱 accept， 他会死了很惨。然后不要 update 太多，那你的朋友变零，他会让你 lonely。低调就好。我们这种低调的，低调，低调。低调是吧？低调。低调才 post video 去 Facebook。现在要介绍一个美女，不是她，不是她，你去死，也不是她，我不用介绍了，帕蒂尼最美的，她讲她是帕蒂尼最美的，他们是两个帕蒂尼最美的，在密维里做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很丑。我们现在到那个沙巴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台沙巴人的 Sweet 沙巴。好恐怖！你说我？